军先好，清理应援地区。蠢东西，还敢在这里丢人现眼吗？没人告诉你，不要随便对女孩子动手动脚。我只想做一个低调的习武的人，你可能误解了低调才敌人太深，我无论是为人，所以要低调的教你学做人。我练武为传承，为守护重要的人，我经营的武魂不耍寒气等结婚，我把我的自尊你用春教你尊重是什么。这哪来的唇红齿白的小公子？不要这么护食可以，我是在救你。没让你走，你就没有资格离开。说过我的法力高强，诸位前辈有何指教？